起，一起学习，同样着好奇，打开智慧的宝库，样样多神奇。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，充满着意义，寻觅尝试认识探索知识，轻轻草原上追寻放飞的梦想，来吧最开心的学堂上学堂。志趣羊学堂之动植物篇，美味的椰子。懒羊羊接球，我怎么办？我们去找椰子，重新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椰雕吧。我们去哪能找到椰子啊？当然是海边了。哇，海边！出发。这就是椰子树。灰太狼，这次你们别想跟我抢椰子。椰子树树干挺直，无枝无蔓，有像伞一样的树冠。要刮大风了，大家快躲起来。椰子树居然没事，可是我有事啊，救救我。这么大的风，椰子树都没事，真厉害。是的，大风虽然能吹倒很多树，但是椰子树是抗风小战士呢。椰子树的树叶分散，树干坚硬光滑，大风只能从它的身旁吹过，不能将它吹倒。真不愧是抗风小战士。我带来的面包也被吹飞了。不用担心，我们的午餐还有美羊羊的椰雕都在那儿呢。是椰子，椰子可以吃？那当然。椰子内有美味的椰汁，椰子汁晶莹透亮，清凉解渴，椰肉色白如玉，芳香清脆。你灰太狼说的对。运气真好，不用法术也有椰子吃。不可以，这样椰子就没办法去新的地方生根发芽了。椰子是椰子树的果实，也是它的种子。椰子成熟后从树上掉到海里，它们在海中漂流到很远的地方。被海浪冲到岸边后，再在新的海滩生根发芽，长出新的椰子树。原来是这样，好吧，我送你们一程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不要扔，椰雕是用椰壳制作而成的，那我们快点把椰雕做出来吧。你们慢慢来，我照相啦。我忘记拿相机了。我们一起合照吧。请问你这里有椰子吗？椰子。椰子。小朋友们，它是来自英国的羊，那我们应该对它说英文。大家跟我读一次。Coconut， 椰子。
再来一次 ，C O C O N U T， coconut， 这就是椰子的意思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啦 ，coconut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